佩奇和乔治来到了游乐园，他们看到了摩天轮，佩奇坐上来了，乔治也坐上来了。瑞贝卡，哇哦，摩天轮旋转起来啦，好开心呀！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乔治，乔治被坏人给抓走了。什么？居然敢抓乔治？别着急，大头，我开着我的警车，咱们去救乔治。哎，开着我的警车去。错了，错了，这可不是你的警车，这是我医生的医药箱。你把我的医药箱拿走了，我怎么给人看病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错了啊，那这个肯定是我的警车。来来来，开着我的警车。又错了，又错了，这是我厨师的锅。你怎么老拿错呢？没有锅，我厨师搁什么做饭呀？哎呀妈呀，又错了，又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这个是，这个可不是，这个给你开你也开不明白，这个是我飞行员的火箭，你不会开吧？啊，走喽！哎呀，给我，我确实不会开，我怎么老拿错呢？哎，这回这个一样色，这个肯定是我的警车了，大头，赶紧上车，走，救乔治去！哎呀，你可算找对了，出发吧！嗯嗯，我要给妈妈去叫叫，我要给妈妈去。答对了，乔治好棒。这是我的奶奶。答对了。这是我的姐姐。谁是你的姐姐？乔治，你看清楚呢，我是奥特曼。一只小猪进去，两只小猪进去，三只小猪进去。乔治，快跑，我回来救你们呢。哎，跑一个，跑就跑，三只小猪也够吃了。啾，咚。大家好，我是奥特曼。乔治，你先坐着，我救你的爸爸妈妈和姐姐。哎呦，跑的那小猪又带回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看上去也好吃。我是奥特曼。奥啥曼？奥特曼。特啥曼？奥特曼。没听说过呀。奥特曼，快别跟他废话了。好的，看我奥特曼的号。姐姐，快出来。爸爸，快出来，爸爸快出来，谢谢奥特曼。妈妈妈妈，我睡不着，被子太厚了。被子太厚了呀，那我给灰姑娘换一个薄一点的透气的被子。妈妈妈妈，我一个人睡觉好害怕呀。小长发别害怕，妈妈让你最喜欢的冰公主陪着你，这样就不怕了。妈妈妈妈，太亮了，晃眼睛。光太亮了呀，那我给小白雪戴上一个眼罩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就熄灯了，你先戴上眼罩睡。妈妈妈妈，我好像是尿床了。小贝儿真的尿床了，没关系，妈妈帮你收拾干净，然后妈妈再帮你拿一个纸尿裤穿上，这样睡觉就不怕尿床了，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个整觉了。宝贝们乖，晚安。爸爸，你抓我干什么？为什么把我关起来？哈哈哈哈！爸爸，你笑什么？好恐怖哟！哈哈哈哈！你看看我是谁，小家伙？啊，你不是我爸爸，坏人！快放我出去！还没有谁能跑出我的手掌心，呵呵呵。那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跑出你手掌心。快跑！嗖嗖！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小孩怎么不见了？乔治不听话，把你变成一头猪；光头强乱砍树，把你变成臭怪兽；熊二这么懒，把你变成小狗狗；僵尸这么坏，把你变成老巫婆。水不行，让他玩去呗，你有啥说不行的？你去玩，你去玩，你去玩去，你干嘛不让他玩？让我玩就玩吧，还踢我。我是他爸爸，我不让他玩。我还是你爸爸呢。我也猜猜我是谁。我看呢，你是佩奇，拿出来看看是不是佩奇。哎呀，是乔治呀，那这个一定是佩奇了。咱们拿出来看看，哎呀，真的是佩奇呀！猜猜我是谁？孩子们淘气，你这么大个人也淘气。
你看他是谁？猪爸爸呗。哈哈哈哈，我就是猪爸爸。太太，闹铃响了，娜娜该起床了。拉开窗帘，叠好被子，刷牙洗脸，背上小书包，自己穿鞋子。房间太乱了，擦擦桌子，放好椅子，叠好衣服放进衣柜，再来扫扫地，房间终于干净了。生活化的场景设计，让孩子学习技能的同时，又能培养生活中的好习惯。